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想要来玩一下这个随机照片画图挑战。好，事情是这样子，前阵子我在规划我上色课程的时候，想到一个作业，就是让学生去找一些照片哦，参考里面的物件，看看能不能画出一张完整图。那当然作业呢一定要自己试做一下嘛，不然怎么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呢？所以我就想说我做做看，顺便拍个影片好了。好，这次的规则是这样子，我们首先会去 Pinterest 呢就是一个灵感网站，它进去之后呢，就是你点开，它会根据你的喜好随机推荐不同照片给你。像我们现在先随机点几个妹子的照片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点回首页，看是不是马上出现一大堆妹子的照片。好，那我们这次会从这个网站里面随机挑选十张照片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十张照片当素材画一张图，看看最后会画成什么样子。那这次是第一次玩，我们就先不限时了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所有十张图全部抽出来。然后，那这边就是我抽出来的全部十张图了。虽然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可是一旦看到抽出来的照片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画。因为刚刚有很多张是本来会抽到水手服妹子，就是差一号，我运气怎么差？没关系，虽然这次没有伙伴，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，我画得出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止まりません。どこまでも大胆。